搞到大家咁夜，唔好意思啊，真係唔好意思，真係唔好意思，真係唔好意思。應該恭喜曬二十六強名唱會。叫我做軒公而家好嬲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好開心啊！今晚終於可以瞓咗落覺啦，咁啊都好開心，我覺得好圓滿啦。今次即係 touch wood， 除咗我哋有一兩晚嘅機件有少少故障，但係其實喺比起我以往嘅演唱會，如果我哋咁多機關嘅話，今次真係算好順利咯。咁我俾自己有80分啦。嗯。亦都係你50場嘅紅館 show 喎。係啊係啊，但係今晚係第50場嘅紅館演唱會，所以本身係成日都唔想認老嘅，即係但係冇辦法，都真係日子有功啊！真係我都數下數下，哇！真係由我2008年第一次演唱會到而家，咁所以係好感恩嘅。我覺得即係好感恩，即使喺今日一個新嘅局面、新嘅環境入邊，自己都仲有自己嘅一片天地，我覺得好開心。有冇話即係之後再開咗可以再打破20場呢個紀錄？我覺得係有可能嘅。如果大家肯，即係如果票房係冇問題嘅話，因為我覺得今晚我唱了大半場才覺得開了聲音，好像即今次和不像以往有些演唱會是哇又要打針、啊、又要類固醇、啊、今次即 touch wood 只是吃維他命 keep 住，可能都真的跟休息了4個月有關。我覺得自己今次到今天、我們這一 round 16場，我覺得聲音的狀態 是挺滿意的自己。其實是我們開了會之後，我們當然會找了公司先，因為個人那些就會我自己請，但如果他們本身有經理人公司的就都會是、公司對公司，跟著我再私人再找他們這樣，因為都不想難做大家在這個，還有因為疫情過後呢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開翻，整個行業都動翻，咁所以大家都忙咯。譬如話，好似今晚特別最近 Mira 自己又忙緊佢哋自己 concert 啊嗰啲，咁阿姜啊、阿 Ian 啊，跟住阿 Jer 佢哋都嚟，我都覺得好開心。咁即係之前咧，你即係有一日一場音響有啲故障咧，咁 fans 就好擔心佢隻耳仔有冇？哦，係啊，炸咗啊，因為我炸完之後，即係 V 咗一晚咯。咁不過唔緊要啦，嗰只呢邊只耳仔都壞壞地嘅，不嬲都唔爭在我嚇。咁但係當然會自己處理得小心啲咯。咁但係冇辦法，因為同事都唔想。其實今次我哋啲機器故障係我諗成個演唱會史上都未試過，即係從來都冇。咁唔緊要啦。咁我覺得最緊要觀眾，即係我唯一覺得我嗰日咪出咗個 IG story， 我覺得唔開心嘅咧係因為大家都係俾咁多錢買飛入嚟，甚至乎有一啲朋友，因為想看多場都真的沒辦法，我不是鼓勵大家買黃牛，但他們真的去買黃牛，所以變成我覺得更加要即應該每一晚 要在一個 standard 裡面，即我和我的團隊和設備，是的，自己那晚的狀態其實挺好的，但就是因為音響的原因，沒有了，這些完美主義者 的缺點來的。這麼多場嘉賓，哪個嘉賓最深刻，收邊是不是最深刻的？哇，這個問題這麼難答的，好難答喎、啊！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其實每一位嘉賓都好有心思咯，真係即係唔係講假話嘅，即係每一個佢哋都諗過曬先。咁如果你話26場咁多個嘉賓，你真係要我揀一個，我諗我會揀遠之咯。今晚Ivana嗰份禮物，因為嗰封信太多回憶啦，我哋真係走南闖北咁樣，同埋我哋有過好多次好驚險嘅經歷。你知啦，出嚟做 show 真係乜都有啊，乜嘢人都見過我哋，係啊，俾一啲社團人士閂埋喺間房度混埋，成晚都有。咁所以係好唔同噶，即係對佢嘅感情。咁但係我又好開心見到你，譬如話好似我20年嘅朋友啦，藍蜜邦啊，周國賢啦、啊。跟住好多老朋友嚟 support， 咁佢哋又有佢哋嘅表達方式咯。譬如話阿邦又會煲湯啊 ，Andy 爸爸又會送鮑魚俾我啊。即係佢哋就唔同年齡層嘅人係做唔同嘅嘢。即係譬如阿姜咁，佢又會餵我食薯條啊咁。真係諗下都開心啊！真係係嘛？佢今晚，但係我覺得今晚其實有一份禮物好 surprise 嘅，就係 Ian 嗰份禮物。我細個咧，因為我好中意車嘅。我成日都好恨，但係因為我哋即係我細個嘅時候，屋企嘅環境唔係咁好，
咁所以好幸有一部嗰個 size 嘅鐵皮車咯。所以今晚攞出嚟，我覺得嗰個威力同 Ivana 嗰封信都真係都有得揮嘅。不過我又覺得自己幾廿歲喺一個後生面前烏鴉鬼就唔好嚇親人哋添，係咯，即係咪先人哋以為我唔知做乜？呢阿叔咩事咁？咁係咯，但係佢嗰份禮物係我個童年，即係彌補咗我個童年缺失啦，應該話係啊，所以我會將嗰部車放喺我自己嘅睡房裏邊。會啊！我今次先俾人鬧完先知道，因為我哋每晚都有我哋 IT 嘅同事會 mon po 啦喺網上，咁係真係俾人鬧飛起嘅，即係好點解？咁但係亦都好老實講，今次買飛因為今次咁多場，我哋有個 terms 叫做所謂街客，即係有啲唔講唔上係歌迷，但係好都中意聽我歌同埋嚟睇演唱會。咁佢哋又真係識嗰扎比較多人識唱嘅歌，咁但係真 fans 咧又想聽啲未聽過嘅嘢，咁所以我哋都會研究啦，希望我哋可以盡快揾一個特別嘅場地，因為嚟緊有兩個新嘅場地喺香港，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做一啲唔同啲嘅音樂會。咁今次啦，即係呢一 round 場場都 encore 啦，冇計過自己數字方面咁啊。截至今日為止，今晚未計，截至今日晏晝我哋計嗰條數係過百萬嘅罰款咯。白做。我唔明咩先？即係你而家過百萬啊嘛，咁我想過百萬係可以。我收得好平嘅咋，你知唔知啊？我收場 O B show 嘅錢嘅咋。超時間啊！係咪夠開到一齊咯？我唔止。我哋可以開到幾場啊？唔止啊！由第一場超時超到今晚喎，廿幾場。多咗兩三場。我諗一兩場都得嘅應該。咁同埋仲有就係，但係我本身我都有櫃玻璃嘅，對住老闆，我話真係唔好意思啊，老闆，我話好似你知啦，有時即係喺咁大間公司，好怕自己腳頭唔好嘛。哇！你好唔容易開個 show， 跟住你蝕錢喎，咁又唔係蝕，但係咧就即係一味咁樣罰咯。咁但係老闆係一個好通透嘅人咯，佢話冇嘢緊要得過觀眾對你嘅支持。即係冇扣你人工。呢個佢又冇講喎。定係唔出俾你之後嗰幾個月？我就唔提啦，喺呢啲位係咁同埋，對於老闆嚟講，免一陣。襯啊，係啊，咁但係最緊要都係希望，唔好意思啊，係啊，即係我覺得都係觀眾今晚咧，其實我係想繼續唱落去嘅，但係冇辦法，因為紅館咧始終係政府核下嘅表演場地啦，咁大家同時都受呢個勞工法嘅保障，真係咁係咯，我哋諗下先，七點好啦，七點開鐘，一收工即刻過嚟餓住個肚。在門口買埋飯盒添，正姐姐飯盒。好，辛苦曬咁多位，辛苦曬咁多位。